向我张嘴，弟俩在世之时与丞相金钟之女牡丹相见，又念丁下婚姻，不宜亲王驾白，夫乃自得到金府丢弃，又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遂命我在别部谈判，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乃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哎，好不烦闷神游。
小姐李玉京是也，秀才张成在此供述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什么一无不可。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前去一回便了。且把真身再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，今晚门儿闭关，
到新当去可是回来了。小姐，请坐啊。啊，你也请坐啊。好、啊，我有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，小姐，长老。好。
来了龙女文，叫声是一家还是叫逃兵，功名未得龙虎榜，怕无聊小心你终生。你修建一家还是家逃兵，今修好殿人但愿得夫唱无谁长相许，且比那有当今应声来，虚伪之事心。
还逼他把婚配，岂不要落一个七品爱妇花名呀？我今夫三代不早把一婿，残留着穷酸与何妨？待等他金口富靠落地去山外梅花晒晒心吧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呀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哎呀，你夫人，这个叫我娘子，来人呐，来人！哎，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来人呐，来人，快来主神呀！小爷备好，请小爷上前观灯。带路是。
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地哭啊？不是进来的啊？到了，上相公召办你们官出门来，你贼怕之臣，不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声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上了，我是广深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长老？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这是长郎，你我至今无挂念。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是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我哪也顾不了许多。路过玄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看什么花灯？我还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事事都是贴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不上是何？对呀，对呀。
男一女为何慌慌张张？小人不敢多想。讲。是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，将他们快快追尊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哦，请。小畜生咱也书房
没有带来了。来了两个没有到。夫人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的祖先上面有肉子一颗，有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肉子的又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身上有肉子。
是吃的我们是说变安来。外老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感恩不尽，外望大人派命增加主持妖女。相爷难放宽心，老夫是有判断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我是金花。又来了一位包大人。啊。相爷，相爷，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呐、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第五二包。刚在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这怕是朝报。包大人亲自别说。嗯，请请。有请有请有请。一位包大人呐、啊，包大人，嗯，包什么？保真，保真。他宋朝哪里来的两股保真？是啊是啊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怎奈这位包大人与大人
一冠米墨一盆乌黑。既然是此，请来相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安乐呵。Bye.